心情有无辜缺席，眼里是泪包红色预警，头上一价格是1799。梨子的价格是1799。
洒着我血在眼里，呼吸自里的温柔比月亮越轻，让我搭把手放下你的忧愁，可就习惯了你自我的冲动。如果你点头我就不低头，我们唱到音乐带给我的秘密，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就做心跳重叠和你邂逅，有一种孤独反应是受到你的指令，远距离触摸不定，但世界也能摆平，有太多不可思议，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态好好放弃，如果有超能力却住你。有一种孤独反应是受到你的指令，远距离触摸不定，但世界也能摆平，有太多不可思议，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态好好放弃，如果有超能力却住你。这是什么啊？
像一个小孩，只懂在你怀里坏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要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我们到床的展区，我就觉得每个床垫都好舒服。我现在就很羡慕宜家的老板，肯定他每天下班了，这边下班了，他就随机根据心情挑一个他想睡的床睡。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啊啊，谁是你的那个？没有人能逃过肩。
道理。白头好时机，要引你注意，真的有些伤脑筋。一笔太多余，为难了空气，只能够选择迟疑。如往常的忧虑，不然就多去看风景。一整晚的失意，所有感受都为你。爱本就妙定律，反正我选择认命。呼吸自力的温柔变越来越近，让我大把手。